帅气的陈柏霖恋爱了，参加大陆假想恋爱节目，与韩国女星宋智孝配成对，只是节目卖弄关子，硬是不让两个人碰面，仅透过墙上的小洞隔墙沟通。 How old are you？ 几岁了啊？几岁了啊？ 32。得知是相差两岁的姐弟恋，让宋智孝很崩溃，但陈柏霖展现大人哥的温柔体贴，不断送上贴心小礼物安慰宋智孝，还使出把妹新绝招听诊器。You can hear my heartbeat right now. My heartbeat is very hard. No, very, whoa, very fast right now.果然此举消除两个人的隔阂，就连宋智孝 Running Man 的成员都送上祝福，希望两个人能假戏真做。恋爱假想节目似乎在新一季的大陆综艺节目中成为主流，美人鱼电影中的女主角林允首度加盟综艺节目，也和男星配成对，呆萌的样子让人直呼好可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